恁这电台哦，人本来是安尼，我这单纯单纯的人。嗯啊，人本来人做有对对的兄弟啊，你好安怎咧？我袂晓，安尼三焦乱。嘿嘿，对啊，主持人啊，怎啊叫三焦乱啊？那我听过三焦乱咧，我唔捌听过三焦乱咧。三焦嘛，三焦你想三焦看是对嘛？上焦下焦中焦安尼嘛？哦，你哦，下焦诶，你咧下水诶，我咧煮下水汤无？啊，三焦的上焦吼，啊去中焦啊吼，头家就互你创到乌甲吼，乌头暗面安尼吼。啊，用咧讥笑，哦，啊，中招吼，迄心情啊，心脏啊，我那可以补肝吼，大开坎底补啊。我还未敢补肝，伊大巴肚的啦，你知道。哦，啊下焦呢，下焦你补肝呢，连咧放尿都袂顺啊，放尿佫会开车啊，刷尿吼。哎，你自己要禁尿，禁到尿都发炎，敢会袂放尿的啦？无啦，迄唔是，迄唔是干那放尿安尼吼，看戏啦，啊个兼吼开车啦吼，啊个兼安尼吼，洗衣裤啊刷入去吼，放屎又个焦疼吼，头前吼用滴，后边个吼煮袂出来安尼，迄个是三焦乱吼，这安尼吼这三焦乱拢乱去啊啦，啊人啦到这个坎站吼，平原我讲你听，人啦到这个坎站吼，就是吼等迄落迄这两三个过去二啊啦。三焦乱是足严重的啦。你有啊，阿姨叫你落啊，搁用一支来卖啊。阿姨唔听，较无要紧，唔听较无要紧。较早阮讲啊，就搬听。唔通搬去听啦，莫安尼啦，伊听着会惊啦。讲着听，我咧惊死啊！哎呦，惊死就袂死啦。会啦，阿袂死。你来做这做工，你敢有拍算要换转去？无啦。天。啊，你讲安尼，你若无了做，较差不多诶。嘿，到遐讲无干脆呢？真的哦。嘿啊。哦，就是啊，你即摆有较收敛嘛啦吼。收敛。收敛啦，收敛啦。哦，你台湾待遐久啊，一句台湾拢袂晓讲啊呢，一句都袂晓讲。收敛啦，收敛啦。收敛啊！念啊，伊个念啊，一句都袂晓讲，一讲都袂晓句啊呢。会晓啦。讲到顶。那是你啊无？一句讲都袂晓话。你啦，你啦，迄个哦，你较拄啊，才甲你讲伊吼，伊大爱抱怨小讲起痟啊，啊你，你搁进一支迄起痟药啊，叫伊买嘛，啊你也是好哦，啊，拢好，拢好，哎呀，你那是好哦，好，我得笑啦。就是害我若无起笑，安尼大家对我笑，大家头壳拢正常啦吼。我好你砍去，我好你砍去吼，卖讲我食啥货啊，都未用食，干那好你砍去，我就笑啊我。啊对对对，你讲叫我遐好砍。我讲啊，人吼，嘛无安尼笑笑开紧吼，哎，还真正起笑呢。我即马去甲你讲啦吼。恁亲戚这节目会使尔啦，唔是咧甲你捧的啦吼。你即马像这个，因为你即马看这个八点档啦吼，哦，迄人咧这个时阵，这个社会就开始大家都为着这个疫情，俺底下咧心情无好，大家拢生活拢安尼小关有斗争呀，对不对？伊即马做啊做啦，做迄害啦，害东害西啦，安尼安害来害去啦，啊，再做做迄种的无健康的这个戏剧啦，啊，这是变啊生存类啦。好、哦、对不对？啊，上到无嘛，讲到有这个，咱这个人人好，人人好，啊对不对？人人特，这个世界特，人人好，啊你好会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你讲到你到听这条世界特话啦，我拢冇听下啦。啊，伊内面唔是讲人人人特。哦。人人好，你好个长。伊吼，这讲话哦，唔是干乱，啊无就健康吼，可能。皮包、哦、对啊对啊对啊，包条的安尼啦，所以讲来讲到喘音啦，啊听来听刚好叮当啦，这对莹莹来讲算讲正常的代志，啊但是伊个人我那也真可爱啦，属实哦，你甲看讲吼。三焦乱，伊袂晓，伊甲问啊，我姓林要讲我听，伊搁在咩啊？夹夹叫，唔知你讲啥呢啦？对对对，哎。
啊伊安尼较正常咧，伊若是无安尼哦，伊若点点啊，拢是安尼正常安尼哦。不是，我是甲你讲，大家会讲讲互你听。咱吼，人甲咱问吼，咱甲人回答吼，即若一般吼，伫庙事啊，即个包红包呢。询问一个钟头要1000块呢。好啦，我也无甲你收钱啦。吼，要回答互你听，你搁唔听，搁在那乱啦。你这个比三焦乱，搁较搞乱啦。好嘞。哎呀，后来我是咧甲伊讲吼，正经的啦吼，你即马甲看这个社会吼，我有当时啊，那看人吼，顶某狗啊吼，还是讲土狗啊吼，我看到我拢足混乱的感觉，我足混乱，还是讲两娘啊。嘿，啊，但是我拢想讲吼。一个少年人啊，一个吼，少少年纪的查某囡仔，大概你无够这种资格，吼，你来先甲恁老爸、甲恁老母顾好，顾好了后吼，哎，你才有机会啊，有迄个权利讲吼，你有那买小狗啊，买猫狗啊，买抱狗啊，唔通恁老爸、恁老母安尼吼，啊为你安尼一世人来拍拼，啊食到老来安尼吼，走路安尼吼，得个牙乖安尼吐。你也无要甲牵，一只狗仔牵紧紧，狗仔来走较紧，你就对伊走较紧的。你某来抢狗的，人就爱狗啦。啊，你是捌啦，捌啦，你怎么捌？三只贵宾，红贵宾。啊，卡叔讲啦吼，那卡叔讲迄个吼，结婚相来这边啊，无招因老爸，招因老母入境。无，我那安尼就变啊讲未通啊。不对，反正不对呀。招伊三只狗。安尼哦。啊，你做哪个啊？你小弟的，你大哥啊，你袂晓甲你用啊？哎呦，迄你甲这，你拄啊哦，啊，个人做，你若无咧靠食钱，你又讲讲迄条话。其实吼，唔免惊讲个人话啦。你无讲吼，永远吼，迄囡仔拢会偏差。真的啦，迄囡仔吼，虽然你无甲教吼，一步错啊。你结婚啊，你虽然结婚相好，结婚生。你咧听话吼，都唔知听去对去啦。当时啊，伊讲安尼，伊就未正常。我是甲你讲吼。细汉的时，咱就爱甲教，唔是我咧讲吼，恁孙啊，即卖已经娶某啊，即卖要甲教，我唔是这意思，是讲。你叫我甲讲，大卡唔是讲安尼。啊，我即卖。伊讲的是伊讲的，我讲的是我讲的，伊要甲伊收钱，唔甲伊收钱。伊要安怎讲啦？讲到一支长长啊。嘿啦，伊要大卡要甲伊收钱，唔甲伊收钱，迄个代志呀。啊，我唔敢。无，我唔敢甲你收啊。哦，这是。无啦，我都唔敢甲你收，我是甲你讲，我咧甲伊讲吼，咱这囡仔吼，细汉咱就爱甲教。因为那是波车呢，波波的一车，一波叉，波波的一直叉，哦，安尼，哦，你头啊放电啦，唰，这就啥？你无要赶紧处理，哦，伊啊唰唰唰唰唰，安尼对不对？少年你若无要食苦，哦，食老吼，食补，唔是啦，那台湾话啦，或者吼拖西连啦。对不对？所以，多数人呐，嘿啦，你爱甲囡仔吼，细汉你得爱甲教吼，无人会当陪你一世人。细汉无刁断，拗未巧啊。父母吼，总有一天吼，无奈吼，离开着你的身躯边啦，吼。啊，你到落尾你嘛是爱大汉起来呀，吼。啊，有一寡物件呢，起码呢，老爸老母有能力通去护你啦，但是吼。袂当安尼吼，准吼安尼，如果袂输安尼，该放纵吼，啊，放互你，嘿，自由自在啊吼，啊，变成讲你就一个虚荣心啊，好，别人无的我拢有啊，阮爸偌好起来，阮阿母也偌疼我啊，迄都唔是你家己的，你也摕出你咧养啊，安尼变成这个囡仔就虚荣心啊，对不对？你也看小熊做这种哦，开个超跑的遐啊，哎呀，好，你家问看嘛，迄堆一台是你家己的钱去买的啦，啊，得好。还唔是老爸、老母买给伊的吗？哎、欸，伊本身连个玩具车都无哦。啊，迄算唔是吼？迄老爸、老母摕钱咧吼，加班伊会囡仔大细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大家自得自足个不够。哦、啊，爱种车开到遐胖，啊，看咧查囡仔滚成底底，人咧吼骑卡大车，拄好伫咧路边，伊就开到遐、那個，咣咣咣咣咣咣，吼安尼，迄查囡仔惊着，就跋跋倒安尼啦。啊，跋跋倒，伊只只去弄电脑掉啊。啊，查囡仔跋倒吼啊！安尼伊踮边啊笑甲咕咕叫啊，因为风吹来，滚多掀起来，伊看到人穿啥物内裤，安尼伊咧不良诶，不良诶，吼，伊嘛踮边啊，笑笑笑，笑笑笑啦。啊无，你较知影笑笑笑啦。我是讲哦，恁老爸啊，迄几千万的车呢，迄囡仔是买袂起的呢，就是你骑好伊买的嘛，对不？啊买出来吼，咧糟蹋人安尼啊，
啊，开间咧，咣咣叫，乒乒叫啦，人诶吼，路边啊，拄好人诶，出事囡仔，嘿啊，怎抓袂着，生袂出，嘿啊嘿啊，啊来好出事囡仔，好不容易拄好骗到困去啊，哦，啊你安尼讲，又搁醒起来啊，对，啊是迄老伙仔，迄高伙仔袂嘿啊，三更无困啊，即摆拄好咧困啊。哦，你啊，还车开到遐，还眼睛都唔知安怎干的，嘿啊，啊个油个当吹落安尼啦，嘿啊嘿啊，啊还袂娇呢啦，人个老伙仔起来袂娇呢啦，对不对？所以讲吼，所以讲英英诶，你会记啦，你会记，即个咱即个上山下雷啦，即马开始我有咧甲讲。即然后即马就变 N 变咖咧，即马现主持嘅生活，大家都经历个中间咧，所以咧做一个节目够清新咧，所以就爱忙像即咱食要甲三焦乱，你就爱聊聊安好，安尼会当来宣化即个吼，即对社会有意义嘅即个代志，啊对人类啊有帮助嘅代志，啊伊即摆伊就是安尼，伊无安尼做未使，伊嘛是惊后盖死歹死啊，所以咧就一个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你爱安尼啊，吼伊做一下攻击嘅。哎、欸，你爱交到这个朋友，哎呦，这是咧公德嘞，有听无？你啊，听啦，听啦，交到什么朋友，拢是咱的缘分甲命运啦，吼。啊，你人好啊。对，人好，安尼啦，安尼啦，吼。啊，大家拢好做好安尼啦，吼。啊，大家拢好做好安尼啦，吼。啊，对对对。你得爱甲恁吼查某囝甲吼后生讲啦，吼。后生几岁啊？佫唔错啊，对不对？我查某囝吼嫁翁嫁啊久啊，佫唔生，你得爱甲讲，吼。哎，是人在失败。你咪安尼讲讲安尼啦，本来就是一次到两次点啊！我讲你啦，唔使我俾你听哦。你就爱讲哦，你咪讲一种小小话，或者小话啦。哎呀，你都无正经，你都无正经。你囡仔听，囡仔笑啦哦，咱来讲吼，生吼无法度同去陪你一世人，即卖当护理的吼，并不代表以后吼你就客掉啦哦。以后我若无伫的时阵呐，啊你嘛爱大汉呐。哦，迄个时阵啊，我无多通去帮忙你一世人啊，未来路你得爱家己行啊，对不？啊，到时吼，你若坐会啊吼，颠倒吼，无多通去生啊啦吼，无惊无疑啦吼。啊，变怎啦？啊，迄个时阵吼，看你要靠罗什么人啦？对啊，我做老母的人，都会当该生你身躯给你，啊，你家己就用你的身躯去生一个身躯来，甲你友好，啊，唔得对。对啊，啊，就安尼，你就甲讲讲吼，后生查某囝就无采累啊吼，累啊，你来叫接啊，你敢知？无叫伊姑啊。叫不叫姑啊啦，叫姑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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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你走位咧，人叫姑啊对啦。就爱个叫姑啊啦，吼！无使你迄个姑啊咧唱迄个歌，人人好啊，人人好。人人好。嘿，啊，希望大家拢总好，吼！啊吼，今日啊是阿母啊，诶，心肝宝，啊，结果呢，人唱歌唱歌遐认真呐，吼！啊，恁无爱安尼吼，照安尼做啊，啊，实在是无彩呀。哦、对啦对啦对啦，你来讲啦，不错啦，你安尼讲讲哦，你啊吼，头下卖你就做阿妈，有啦有啦，安听有无啦？哦有啦，咱咧讲，我哪唔叫你阿妈咧？你是头下讲阿妈，阿妈，讲正常一个啦。哎，你想无要注意听，今天人人好啦，我要人人好你呐。哎啦，啊你拄好叫恁囝，就爱叫我啥？在讲啊，无啦，姑啊啦，嘿啦，吼，你坐，你先坐坐。查某我这边的就爱叫姑啦，我这边就爱叫叫别公啦。咱就甲莹莹安尼烧肉来，啊，所以因个囡仔就爱叫我姑啊，唔只对，合理合理啦，吼。啊，你那囡仔啦，佫无要听你的话，还是讲对你来。啊，甲叫姑啊出头咧。哦。不是安尼，莹莹你唔对呀。你做你做妈妈，你较不方便，你家下当甲恁做囝讲。恁爸爸拢是左人左边安尼吼，啊你若是对你的后生较歹讲，啊要安怎去办事啦，要安怎去啦这代志，你麻烦你来叫伊找因女姑啊，因女姑也较教，啊无因女姑嘛跩阿爷阿母会晓，安尼晓，我即个体验一下晓，安尼你听无？对啦，即个人生的快乐。对啦，开始讲吼，迄囡仔甲你不孝着的时阵呐吼，啊当然就爱姑啊出面啊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伊呐好大敢甲你不孝啊，我甲你讲，我绝对甲放炮。啊，我若放炮放落到地吼，就亲像我刷入去唱歌互你听，这条歌号做呢放炮鼓啊。哇，放放迄个鼓啊，我呢爱正定啊呢。迄是你咧去迄阵吼，做鼓啊才会甲正定啊啦。今麦无正定啦，今麦拢正定个歌头才有咧定啦。咱咧是鼓个歌头，咱唔哪有正定咧定。